伞不要拿哈。大量的金雕不断来到天空之桥观光，就是南投市高淡水风景区在天空之桥开放了后的一个景象。豆豆来下卖钱的，因为大量的金雕来到天空之桥观光，因此停车拖环境的种种需要改善的问题也渐渐显示出来。为此，南投县政府日前在副县长陈志清的主持下，邀集了相关单位召开检讨会议，并针对上届需要迅速改善的交通和停车问题来做出决议。而且，咱建设处最近做一个公告吼，公告来开放，看要来你若你的土地要申请停车场的，咱会公告，啊再来会勘，啊会勘了，咱就会来甲核准你做停车场，啊所以停车就会较改善。啊另外大型的游览车吼，伫咱北挂路遮拢会怠速嘛吼，啊照即卖规定怠速是用15分钟尔，啊咱希望咱游览车的司机吼会遵守这个规定。人乡亲嘛，甲你检举吼，安尼就较无好吼。另外，民众所指出，天空之桥无加装避雷针、监视器等等设备的问题，检讨会上，副馆长陈志清也督促相关单位要赶紧架设，并针对上重要的紧急救护服务，也表示会加速伫高淡水服务中心来设立。但是，咱嘛用万一，尤其最近啊，讲天气较热的时阵，咱嘛希望讲。迄台遐有一挂紧急的、一挂卫生的紧急的器材吼，遐离咱凤鸣的双分队车的速甲遐的距离差不多3分至5分钟尔，啊，所以咱担架嘛放一台伫遐，就是推动式的轮椅式的吼，啊，就是讲若有紧急的时阵，咱随甲塞出来，啊，双分队那边的车嘛随过安尼，啊，咱希望讲安全，消费者的安全、游客安全是咱第一爱注意的所在吼。南投市高淡水内天空之桥，钓主管户所义工的大受欢迎，游客人潮不断，但游客一多，真侪问题也随着一直产生。停车场甲粪扫桶无够的问题，就首先予游客真头疼，也予天空之桥身为批评真多，游客是搁较侪的观光景点。对此，副馆长陈志清表示，伊会督促管户相关单位、南投市公所以及三山宏观处，会当伫一个月内将这缺点来做出改善。记者金文轩采访报道。